1月22号，辽宁广播电视集团与辽宁越秀辉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发布会在沈阳隆重举行。辉山乳业独家冠名2024辽视春晚，标志着辽宁广播电视集团与越秀辉山开启第三次携手合作。辽宁广播电视台作为东北地区的龙头媒体，着力聚焦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东北振兴、辽宁振兴、乡村振兴、奶业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自2022年以来，辉山乳业与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已三度携手，在双方的通力合作下，2023年，辉山乳业借助辽视春晚等优质节目，进一步扩大差异化竞争优势，全年曝光量超234亿次，品牌声量同比增长91%。正是有了2023辉煌的成绩，2024双方将继续携手发挥企媒联动优势，深化内容共创领域合作。辽视春晚是熠熠生辉、享誉全国的辽宁文化品牌，越秀辉山是品质如山、备受信赖的乳品企业。辽宁广播电视集团与越秀辉山强强联手，谋事共赢，在除夕前夜共同为全国观众打造充盈欢笑与惊喜的视听盛宴。